这世间有多少人得志的时候，这个所有的亲戚都来了，是不是？不得志的时候，可能亲生儿女都不认你，有没有这种事情？你去查看。当你了解了真的大数据一摊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就看开了啦。哎呀，教育小孩，给小孩好的生活，你尽力尽人事，对不对？但你不用去想，你这么样的跟他这么样的投入，将来你说年老了，对了，真的是可以，是不是？这个怎么样的想想天伦之乐，也许。但是就算你那个时候那么样觉得幸福，你也要看得开，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得自己走啊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你人活的你想不开，你都不能够想通这件事。我告诉你，一旦这个人生离开了，你的魂，好，你的灵魂，你想不开了，那时候就是什么样？痛苦，痛苦啊，何来呢？你还是知道啊，你以前怎么对待这个小孩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对待这个家啊？哎呀，你现在心中地污的这些记忆，你到你哪天做什么什么什么地方，在那边回味的时候，你还是想得到。那个时候你就苦了，你就苦了，因为你那时候还是想不开啊，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这种要能够修得上去才怪，对不对？这只有往下堕的可能性大一点。不甘愿，对不对？不甘愿怎么办呢？不甘愿来世又成为眷属啊，对不对？我曾经这么样付出，你们这样对我，那来世我要帮你赚回来。真的是这样啊！所以为什么了无出奇啊？是你一世一世的，真的是就是因果报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那个情境你是你要的？到后来你说你曾经为他付出，为他付出，然后来世他报你，就搞半天变什么？你是他宠物，他报还给你。你愿意吗？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啊！有的时候真的你想通了很多事情，能够想通就开怀，就比较没有牵挂，所以自然而然你很多东西呢，你就比较容易放得下。哦，人生在世的时候，你能够看得开放得下，会对于你自己将来少走点浪费力气的路，帮助会比较大。